近日，刘诗诗在上海参加完活动离开会场，她披着围巾御寒，露出纤细美腿，迈优雅步伐前行，仪态大方，十分养眼。但是网友发现刘诗诗的发际线有点令人担忧啊，感觉侧面发量有点少啊，远看效果十分令人担忧。最近刘诗诗为新电影《心理罪之城市之光》连夜在武汉赶跑两场路演，可谓十分的拼命上镜。只是被拍下的未修图中，不仅能看到刘诗诗老相的一面，就连许多网友惊呼怎么变圆润了。只见刘诗诗一身白色蝴蝶结衬衫搭配金边短发，笑容大方得体，本是十分青春的装扮，却意外地显得她老气，尤其笑起来更是把鱼尾纹给露了出来，脸部的法令纹也清晰可见。这张笑露出牙龈的样子一度让网友认为撞脸刘亦菲、杨紫、龚琳娜本人，这张从侧面拍过去眼上的痘痘都被拍到了，看来女神也有失色的时候啊。虽然看起来状态不是特别好，但是五官还是十分耐看的。